after such you make up a total bad day. Yep, yeah. 3 weeks to the global, and I shall tell you this one, so I can show the other one. Hello? Hello! 不知道会不会抽到，毕竟我从来没中过奖。想问哥，你还记得几个月前你说你不玩不玩农药了吗？就问你的良心痛不痛？他玩农药也不能跟你组队，有什么听话？这条不是提问，是纯怼。祝我涛哥新歌、新剧，所有都一切顺利，爱你么么哒。我也要回他一句什么什么样的话？不会让你失望。你好善良，会怼你，还让他失望。请问下一首新歌是什么风格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？什么时候发？下一首新歌应该是 Where Are You 吧，然后应该什么风格？那我应该十月份以后，其实早就做完了。大家都说爱你，说你帅的时候你怎样？你会？就已经习惯了。他的问题是牛郎和织女，谁在河东，谁在河西？我怎么知道？断裂了这么久，附近是一块两块还是？但是我关心你。现在六块还是八块？现在六块，超级超级喜欢你，会一直一直陪着。从初中就喜欢你，以你为目标，考上好高中，很感谢你出现我一直的理想上。这就是正能量。知不知道大明星郑伯旭的粉丝叫东升？什么叫东升？好，很满意。什么时候演唱会啊？演唱会有可能明年，也有可能今年下半年。这你想留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，送给你吧。我那些都给我留下。都给你留下，送给你。这就是粉丝对你的爱。感谢各位粉丝来探班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黄子韬，多多支持这部戏，谢谢大家。就反正就是多听音乐，多看我演的作品。拜拜拜拜，都快看到，拜拜拜拜，太戏剧了，拜拜拜拜，好，拜拜。